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CTO， 我是轩，我是世维，我是子宁，我是子欣，我是郑维，我是雨清。我们今天来到哪里呢？现在人在唱片行。哇，这个熟悉的地方，久违的地方。对对对，我们今天来是要怎么样？给大家一个小惊喜，惊喜，还有一个小游戏。小游戏，对对，而且这个是很关键的小游戏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这跟我们什么有关呢？跟我们的新专辑，没错，我们马上就来示范一下，记了一下的步骤，仔细观看，仔细留意，对。你好，模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三二一，热血启动 ，starting， 通过，耶，所以我们将获得海报。哇，新鲜出炉的海报！等一下，所以只要说刚那个通关密，就可以得到张海报。对对，真的假的？但是即使你只能说这一句，它也是限量，限量，注意是限量。先到先得是吧？对，先到，这真的是先到先得。那除了这个海报之外呢？还有，只要加订你们 CTO 的新专辑，就可以获得你们限量写真小卡。写真小卡，请我的，哇，哇，香哦！到这之后，先讲通关密语，先拿海报，然后还会得到这个小卡。加定，不对，加定拿到海报的时候，一定要直接加定，我们的新专辑才会有小卡，来展示展示一下，快！哇，而且是那种新生的味道，感觉刚印刷出来的那种。这些都是限量的吗？全部都是限量的，全部都是限量的。所以大家要的话，要动作要很快，要快一点。哎，时间是多久？有时间限制吗？6月21日至7月3日的这段时间。所以，快来吧！真的，数量不多，把握时间，到时候见了。